他是赖博文，这学期转来的新同学。他很孤僻阴沉，所以常被欺负。哎，感觉怎样啊？看不住，没用啦。不要再玩了啦！我要看书。知道他为什么会坠楼。班导去跟家长说是课业压力大而自杀。但我知道他始终没离开，因为我还看得到他。知道害死赖博文的人是谁了。因为他是班导前夫的私生子。